在这中秋团圆的时刻，在这阖家欢乐的时光，国际女星叶罗伯茨都、蕾哈都、Lady 嘟嘟，总是能收到很多来自藏家爸爸、珍珠爸爸的爱。第一个，我今年收到了 Gucci 送我的月饼盒。我的妈，你们想不想每年 Gucci 就只送我们滴点月饼，给他们非常非常看重的人？而且正经八百说，就是我第一次收到人家的月饼，我真的好想吃哦！你们不晓得我收到好久了。首先，他们就外表是那种星星的壳子，然后我们打开第一层星星月亮的这种图案的月饼盒，第二层也是这种月饼盒哈，一个一个很精致的这种，而第三层居然送了一檀香，然后他送了一个这样子，就是你可以把香放在上面，一个很有质感的金属兔子，好乖啊！而且这个香子，就我还没有打开它，就已经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，这种味道有一点点生姜的味道，然后在我甚至有点可乐味。对，这都不是重点，我主要是就是想吃这个月饼而已。开切开切开，里面是他们定做的这种星星点点的月饼啊，这个味道是蛋黄陈皮豆沙月饼，来一颗。哎，它很好吃，豆沙一点都不腻，是很香的那种豆沙，而且它这个陈皮的味道回味很重，很重，很浓，真的多好吃，就是感觉到自己已经是那种国际顶尖女明星的感觉。第二个，山寨一生，就我平常经常跟你们说我是国际巨星，这总有些人不信。你看嘛，又是个国际时尚品牌山寨一生，敏锐的发现了我这颗星星。它是一个非常精美的那种密码箱，然后里面是放着他们山寨一生的主打香水，一生之水的女款，以及一生之水的男款，甚至还有这种情侣的钥匙扣。虽然我也没有情侣，我想我这个一生之水真的是花香浓郁，真的是超级好闻。它是有那种爱情甜蜜的味道，再加上花香的浓郁，让你想象到那种神圣的婚礼，想象到那种女人一生只爱你一个人的那种炙热的心。而男香是那种充满一点柑橘调的 gentleman 绅士的感觉，就像是一个男人在最爱你的一刻对你的那种热忱的承诺，还很像男生为你戴上婚戒的那一刻感动的泪水。当然我也只能给你们形容，毕竟我也没有男朋友。欧缇丽，我觉得欧缇丽他们家爸爸就之所以会送我这个礼盒，完全是看在我推了他们家很多很多次我最喜欢那个喷雾的份上，而且全部都是我自己买的，但他们从来没有送过我东西，所以这次把他们家的限量版喷雾精华面霜全部都送给我。加这个葡萄水喷雾，第一位就是葡萄果子，第二位葡萄籽，第三位就是氮气，就是压力的那个氮气，就纯葡萄，你晓得不？就你都可以活的那种。喷雾也是这种超级大的物体。啊，小顶外没白，还送了我们家他这个淡斑小奶瓶，哎，试一下他们家质地，很水润，而且号称可以清除44%的自由基，再加上他们家这个号称可以淡斑90%的淡斑美白霜，最好是他们终于送我了 Flower Nails 花枝小瓶，哇塞，他们家最新款的全套彩妆，我的妈呀！我说他们家做的东西噻，就是颜值高到让你惊掉下巴的那种了。他们家存有一个个上面全部这种小天使，而这个是他们家的前丝高光，我的妈呀！我以为拿的是个艺术品，高光居然里面是浮雕刻出来的这种天使，而且他们家唇釉真的每次质地都很丝滑，很雾面。哇，这个高光也是超级细腻绝美。真太谢谢你了，爸爸！太谢谢你了，我喜欢死！我是白牛精，牛逼上你都讲，加点个赞啊！感谢各位金猪爸爸对国际都的厚爱，希望在未来的。